周汤豪遇到他就认输，大街狂奔不给粉丝追。但是飞飞那么帅，再到分手，对啊。哇，这个梗真是厉害厉害。喂，镜头前禁止互撩啊！觉得表示一个很贴近、蛮私密的一个产品。我有买，有送过别人。太贵了，太贵了，先买给，应该要先考上自己。他拍完戏后，为了9月2号演唱会赶工超级。当一个演员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然后你要减多少不也说吗？没有，就是希望身体的状态可以，就让可以状态好一点啊。所以现在每天呢，跑步。健身，那主要是在跑步，每天就是我会在路上跑。然后现在又很热，我大概都15点跑。我会说哦，我设一个点，然后我跑去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可能在那边走一走，没那么能跑，但我能走。像我可以从中山北路走到信义区、东区。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走在中山区走到信义区？因为我喜欢走路，我吃饱饭我就会像老人一样，那个赛坡。那会有隔壁过来的朋友要求拍照拍照，是没有，因为我跑很快，跑很快，就这样，跑很快。